你做的吗？对啊，我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 ？These fingers, these fingers。哇哇！开玩笑，开玩笑。幽默了，你都会开玩笑了，米姐。这个男人跟他结婚一定很幸福。不行，我要吃快点，留一个肚子吃蛋糕。收一下，收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坐一下，然后有蛋糕。过生日了，等一下妮妮，等一下妮妮，妮妮，我们给你过生日。我已经过了我的生日，已经过了，人多了有点不好意思。No no no, it's everyone, it's everyone. 我托莫的生日也快来了。哦哦，吓死了。哦，这我吗？哦 ，OK， 好吧。祝你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强行过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我觉得妮妮心里还是开心。对 ，OK OK， 啊，OK， 以后呢，放在 OK， 妮达啊 ，OK OK， 谢谢。那我帮大家切开吧，耶、yeah. ，来吧。我的生日在小屋之前啊，已经过完了。你不用切我的，你咋了？我蹭一口你的，可以，扣一，我们吃一个吧。好，哇，这个蛋糕好 Q 弹啊！对呀、啊，快吃啊！你们快拿，好，拿吧，拿吧，来。我也想尝，你跟我一起。哇，没事，你们吃一下那个。嗯。啊。哇哦。你跟我一起。哇、哦。是跟王琦说、啊，他以为是跟他说的。哦。给孩子吓的。他吓一跳啊！咱俩吃一个。对，不合适吧？嗯。我只想吃一口。那再给你拿一个叉子。啊，好，乌龙了。误会加误会耶，那你浅尝一口吧。好，谢谢。我今天可以多吃一点。嗯，多吃点。浅尝。还有吗？哦，哇，他挪了一步啊，小咪。嗯。好吃。你呢？我跟他吃一个。跟谁？我不吃了，我刚刚已经吃过了。哦哦哦。哎呀，听岔了你俩。啊，都是你的，都是你的。这个不咋甜哎，我感觉可以多吃一点。那你再吃一块。你看赵牧成，他啥都没感觉到。不行，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好。你不吃啦，跟我吃。他气到要多吃一个了。你跟丁豪都感受到的。好。Take me to the river。 生气了，生日快乐。哇，狂吞，生气的狂吞。你的背景里哎，苟住了，苟住了，你的机会来了。 It's bad for body but it's good for soul。 哎呀，怎么牧尘老跟乌龙相关啊？我觉得是他的个性比较犹疑一点，他并没有很确定。对，嗯、就这种情况，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哦没事，你吃这块就好了，我再拿就好了，就很自然嘛，就哎呦也是尊重。哦，原来这个件事情可以解决啊！有了有了有了，元哥，江远，哎，边界感，你看看。但我还是觉得雨帆会更适合他一点，因为小咪他本身就不是那种很热烈的，很愿意直接表达的，对吧？
这就是命运给定好的机会，如有神助哎！我们一直苟着等机会。但我们可以聊聊，比如说就是跟异性做的哪些这样的这种小互动是不太能接受的，怎么都是不妥的。我觉得他当然也可以有他的女生朋友，但是就是他的边界感，我觉得我想亲口听他告诉我。咱们就是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如果是真正相爱的人，他首先他从他的角度他不会去刻意的伤害你，你如果他是无心伤害了你，那我觉得根本就无所谓。嗯，通透，但是肯定跟我的年龄有关系。我就觉得像子琳这样的年纪啊，就是他应该是什么都会在乎的吧。嗯，对，我会什么都在乎。如果是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做了一份爱心便当给异性送过去，你能接受吗？这个不可不。但是比如说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发小一类的，虽然是异性，但是那个人遇到了一些什么事儿，比如说心情很差呀，或者干嘛，去为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给他做一个好吃的或者什么，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但跟着一起去吧，别单独给他做。我也在意，但我不会就直接说，我会撒娇着说。我说你刚刚干嘛啦？哦，你为什么要吃杜海涛的蛋糕？为什么 why？好，那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上微博带话题，你无法接受另一半与异性的哪些互动，畅所欲言。我们的官博呢会实时跟大家互动，有可能还会被翻牌获得惊喜奖品哦。我们来继续往后看吧。走吧，去散散步。Let's go. Go. 突然有放松的感觉。哎呀，拉丝儿了。Tell me something. 说说。哇哦。嗯？我觉得那次以后我们都没有时间好好了解。嗯，对不对？那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开心吗？今天我觉得其实我很开心，我做这样的决定，我觉得反正从什么方角度看，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对的。你爹真的很棒。而且如果以前的时候，我如果我做决定，我很难会改变那个决定。那是什么让你？但是现在我觉得，当时我没有，我只能是判断按照我手上的信息。我的手上只有这么一点点信息，然后我只能用这个可以做决定。然后后来我们在那个在楼梯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加了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嗯，然后重新思考一下，还是我之前的判断不太周到吧。哎，他好好啊，他好真诚。成熟男人的魅力。然后我觉得每一刻的自己的心情也很重要。对，嗯，都是很好的。Sometimes things happen, you know. 我知道未来有很多比这个快乐的东西，然后快乐的东西把 sad memories cover 掉。对 ，cover 掉，覆盖掉。嗯，不错。希望。会的，会的。嗯。会的。过去的让过去吧。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对，我也觉得 made us closer。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有失必有得，你知道吗？有得那个。If you lose something, you're gonna gain something. Gain something.哦，因为我一直感觉你还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自己，我很期待看一下。I opened up for you. 哇，月亮代表我的心。
哎呀，我们把蜡烛点了不？可以啊。当当咚咚，心情好，哼歌了。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相机，我想拍。好。Yes。出来点蜡烛，我要录下。好了，你开吧，你开吧。哎。哦，好漂亮！好，你点。那我点了。好，慢慢烧。哇！幸好被我选到了。这个声音好治愈啊。嗯，好喜欢。我感觉能盯着看一晚上。我也是。有品味。我想闻下面的味道。估计要很久。嗯。我感觉放在家里应该很香。我真的喜欢你。目前思考什么呢？你现在开心吗，小咪？不开心。小咪不开心。不开心啊？你说不开心吗？怎么了？我问你啊，我应该开心吗？可能他俩吃了一块蛋糕。你看，在意的。啊，刚刚李文说给你吃一块的，然后他说：“那你再拿个这个。”哎呀，那肯定不行啊！哇，我天。小咪感觉受伤了。小咪还蛮在意的啊。对。嗯，这么在意还真的是喜欢。小咪有点好，虽然不说，但都在脸上。对。干嘛去了呢？结果看见他俩点蜡烛吗？不会吧！别吧，别吧，别吧！啊！怎么就你们两个啊？完了，完了，完了！哦，那边阳台还有两个。啊！完了！啊！完了！他们还没回来吗？没有啊。彭刚和倩还没回来？没有。那个阳台上有谁啊？嗯，沐晨跟那个雨帆。完了。哦哦。完了，行了。小明心都凉了。好，洗完走。加点凉水我们去。哎，你们水在哪？我也加。What will you do to me? I can see pain, you can guarantee vicious, you got me. 小咪会去看吗？会去阳台看吗？哎呀！大救命啊！修罗场！救命啊！看似漫不经心的路过。我的天哪！我要做这个。行。You now.
在看书，再看可就输了。啊，这玻璃还可以透过去看到吗？所以你觉得为什么爱情是粉色？因为我觉得粉色象征着浪漫，哎，然后爱情的内核是浪漫的。都是粉色的。你看看，瞄着呢。他坐在门口等他们出来。我想说的是粉色。你说的跟我一样。哇，这种感觉很难受。琪琪他们俩又在旁边画画。他们的热闹不属于我。小咪看不下去书吧。你回去啊。嗯，拜拜拜拜。哦，他走了。Hello， 啊，弟弟在，机会来了。Hello， 弟弟冲！你们刚去哪了呀？啊，我去对面了。哦，他发现他不高兴了。这三个人真的是，还话呢。你心仪的颜色是哪一个？紫色。是紫色。哦，哎呀，弟弟啊，敲门呐。这是谁回来了？啊，清雅刚约会回来。梁婆话。王清雅，你怎么知道是我呀？啊，哦，声音有点大哦。你在换？去哪玩了？哇，我去，好好玩！你玩什么了？去放烟花了。啊，放烟花。开心吗？漂亮啊，开心，好可爱呀、啊！想死你了。那你不知道电话啦？那我也想。怎么回事？你们在一起好可爱。哎呀，有人欢喜有人愁啊。赵晨活得好累呀、啊，也有压力。小明在调整自己的情绪，定豪在描绘他们的未来。哎，嗯，干嘛去了呢？出来了，出来了，弟弟上啊！弟弟冲！他都不会往弟弟那边看。I lost my soul. The storm got a hold of me. It won't let go. 他也可以跟过来呀、啊。Somehow the insanity
became my home. Something's calling, I can hear the sound. The sky is falling, watch it hit the ground. 啊，走了。哇，有点好奇他会干什么。开战了感觉。就直接问他。他说要不要一起吃一个冰淇淋。你看我们小咪拿着奥利奥冰淇淋就冲上去了，好勇啊。咱奥利奥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来来来，咱也来一块奥利奥香草奥碎味薄脆，给小咪打打气。哇塞，这个饼皮真的好薄啊。真的，这个饼皮只有三毫米，还是百分百进口可可粉，夹心浓醇，一点都不腻，好好吃。还得是奥利奥薄脆，超薄超脆超好吃。Hello， 哎，张木成，看见吗？漂亮！哎呀，漂亮！哇，出奇了，出奇了！哪里在？你要把他叫出来。这女孩挺勇敢，真猛啊！毕竟是十点钟吃烤肉的。静静，小咪找。在门外边。吃冰淇淋吗？现在吗？上次给你带的那个化掉了。你吃奥利奥冰淇淋吗？有冰淇淋吗？我买了，但是我买回来的时候已经化了。哦，可以啊。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吃了，他俩性格就都是那冰激凌啊，回来太折腾了。这个好看一点，给你。你又买了？是吗？啊，你啥时候买了？今天啊。你今天买了？嗯。你能进来吗？那你下去走走呗，还得是小咪啊，你们里面太冷了，还是女孩猛一些。真的是，你有去逛过楼上吗？你想上去吗？这是楼上有两个人。嗯，楼上有人，我听到乐言的声音。我看到反光了。哪里啊？嗯，啊，沐晨和小咪。哦。妈呀！是的，那还上去吗？有点打扰他们。有点打扰，下去吧。你明天是要很早起吗？没有，我明天有篮球赛。篮球赛？公司篮球赛。公司篮球赛，可以。刚刚你叫剪刀。刚刚小米来找我啊，通风报信了，是吧？嗯，感觉他们两个有情况。啊、哦，雨帆怎么没跟我讲？他也不知道吧？为什么会？他刚刚来讲的。哦。广告已经混入女孩的这个、哦、混入女孩阵营了。对。还有这条支线，谁是支线，谁是主线，现在还不好说。只有我们是支线，他们都是主线。对对对对对。还有咖啡吗？没有。但是吃太多了。你平常爱吃冰淇淋吗？我挺爱吃，但我很少吃。为啥呀？长胖？因为甜。哦，那你蛋糕也没少吃吧？那你蛋糕也没少吃吧？那你蛋糕也没少吃吧？但今天是因为最近瘦了一些，所以放纵了一些。但
你觉得小屋待得怎么样？就觉得氛围挺，就是挺开心的，然后大家就是每天都挺充实的。能不充实吗？能不充实吗？开始拉扯了。嗯，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每天下班后会有一种很期待的这种心情。期待什么呀？很期待。对，就是期待回来会今天晚上会发生些什么。期待会发生。那你们有没有主动想要发生点什么？哎呦，哎你别光笑啊！笑什么？我太同意你这状态。如果搁我这儿，我会急的。如果是我的话，我早就逼问了。是是。你真的很会问问题，我发现。不好回答，汗流浃背。行行行，回答不了就算了，没事儿，不重要。嗯，我觉得会吧，但是可能，但是还没有突破自己。就可以这么理解。嗯。我感觉你变得爱说话。啊，怎么现在是个话痨？我跟你说，真的吗？我胖很多的，是的，挺好的，很不一样吗？很不一样，真假的？就我感觉判若两人。我不要跟你讲话了，我不想跟你讲话。你是赵怼怼吗？赵怼怼，没有没有。那么小咪还是笑得很开心呢。那你现在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人吗？有啊，有啊。哎，好，嗯、OK。我又没逼你，真的是，真的汗流浃背。下次跟你聊天，我里面不穿打底了，有点热。下次就不给你吃冰淇淋了。你们回答，就是说一个男孩，你们夸一个女生说啊，你我觉得你就是判若两人，跟之前不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觉得你更好了，更喜欢你了，还是就是什么意思？你说啊，我那要帮忙，快点，你说两句，我说两句。哦，这个事情，我觉得小咪跟牧尘刚刚那个氛围挺好的啊，就是因为吃了我们奥利奥的冰淇淋，对不对？但话说回来啊，这个其实是他们交流的一个方式，因为你看最开始可能牧尘理解的小咪就像小猫咪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其实他们刚刚的这个聊天是就是不是小猫咪，是那种小虎咪猎豹，对，就是猎豹的一步逼近的感觉。那是良性，就是说是好还是？我觉得是好啊，因为这才是就是那小咪这个人更加的完整和立体啊。嗯，我觉得牧尘他有点不清楚自己对小咪和羽凡到底哪一个人的感觉更多一些，然后他蛮煎熬的啊，甜蜜的负担吗？就他可以感受，他可以就是还没有定，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说告诉别人，就是我想比如说我了解看看，对，他说一点东西。而且小咪那个问问题就已经不能再迂回了，对，还不给人压力，他最后说那你就别说，你不说也没关系啊。嗯，但是就问不出一个答案来。对，而且小咪已经很勇敢了，在已经看到那样的他们两个在看，就一起看蜡烛，他还带着冰淇淋去找他。对，就说明他心里已经下了一个决心，那我一定要给这个关系往前 push 一下，不管是哪个方向他也要试试，结果 push 到现在还是模棱两可。这个结果谁都没想到。我在想他是不是就不喜欢说出来的一个人，
但他只做的那种人。嗯，哦，打死不说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原因，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我们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也许没有为什么。